敷脸膜过敏怎么办？皮肤过敏最全的解决方法。敷脸膜过敏怎么办？不管什么护肤品，在使用之前请在耳后或者手腕部位斑贴试验，进行小范围过敏皮试，尤其是敏感肌肤的人。皮肤发生过敏症状后，第一个远离过敏源，然后用冷水或冰敷脸，切记用热水，多摄取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。 过敏是皮肤免疫力降低，需要一段时间的调理。很多姐妹在使用面膜的过程中，是不是会遇到很多疑惑呢？有的姐妹用面膜后突然起痘痘，或者是有痒的感觉，就觉得是使用产品过敏了，对产品产生质疑。其实弄清楚皮肤的基本常识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。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使用面膜的一些心得。敷脸膜过敏怎么办？皮肤过敏最全的解决方法。一、面膜的使用方法。面膜一开始连续用3至7天，使肌肤有个适应的过程，适应期过后，平均1个星期2至4次，视肌肤情况以及面膜品种而定。一般性肌肤每次15至20分钟，一般不要超过20分钟，洗掉后再做基础保养。敏感性肌肤每次10至20分钟洗掉，春秋季肌肤很容易敏感，所以要掌握好敷面膜的时间，否则容易过敏。二、皮肤排异反应。皮肤排异反应俗称过敏，是十分正常的现象，通常出现在第一，很少用化妆品的人；第二，长期使用一个牌子，换护肤品后有个适应过程；第三，皮肤本身敏感；第四，之前使用过激素类产品；第五，敷脸膜时间过长，一般10至20分钟即可，时间太长也会导致皮肤缺氧性过敏。六、连续几天使用，皮肤营养达到饱和，皮肤吸收不了，导致营养过剩，有这种现象不建议天天使用，根据肌肤状况而定。过敏的辨证及处理方法。一、肌肤感觉刺痛处理。刺痛完全是我们的面部缺水和有隐形伤口引起的。当我们的顾客用第一片出现皮肤长时间刺疼的时候，如果是轻微的，可以再观察5分钟左右，持续不消散的话就停下来，一定要先停一下。我知道有些姐妹可能会说，没事，正常，你可以连续敷，这是非常不科学的。先观察，再做决定，如果整个过程十分刺痛的话，停一天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隔一天再敷。期间建议擦保湿的水、乳、霜。二、轻微发红或发痒处理。首先停用家里所有的化妆品，然后用冰箱里的冰镇水敷脸10至15分钟，一天3到4次，基本上一天就解决了。轻微发红就要用前镜的毛巾浸水之后，用一个前镜的保鲜袋装好，放冰箱里冷藏10分钟，然后敷脸15分钟，一天4次。轻微发痒的话，
就要用香蕉泥，要选用成熟的香蕉泥，而不是香蕉皮，就可以缓解肌肤发痒了。三、疹子和痘处理。如何去辨别疹子和痘？疹子就是那种面部皮下突出的，这类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第一种原因，使用过功效类产品。比如美白、祛斑、焕肤的这类功效，这种人的皮肤沉积是非常厉害的。当我们的产品进入肌肤时，它会有刺激，有一个排毒的过程，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红疹。第二种原因，经常化妆，卸妆不干净。经常化妆的内脂，使用彩妆的内脂，平时又特别不注意清洁，肌肤就会出红色的小疹子或没有颜色的疹子，这是因为我们的毛孔堵塞，本身的毛孔里面就有很多脏东西，堵塞了，这时候我们面膜的精华进入肌肤，就会有这样的反应。长痘有两种方式，第一种是本身肌肤就有痘的潜伏期，当面膜进去加速它代谢的时候，痘就会往外长，其实这是个好现象。当痘成熟以后，排出脓点后就会跑了，还有就是自我可以吸收，这种肤质的话长痘也不用担心。第二种是本身就长痘的，面部皮肤很糟糕的，密密麻麻的长了满脸的痘，又浓，这种肤质本身就是属于内分泌已经失调，这个时候你用面膜，面膜又是非常有营养的，那么对不起，它会加速我们痘的形成，所以就会越来越严重。像这种有痘的肌肤，一定是五天或者一个星期用一次，一定要清洗，而且使用之前建议用粉刺针清理前景，包括男士那种皮肤很油、长痘、常痤疮的，将肌肤清洁消炎后，再使用面膜敷上10至15分钟。四、眼睛肿的处理。眼睛肿是什么原因？眼睛肿 95% 是因为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，我们的面膜太靠近眼睑，因为眼部的皮肤是我们面部皮肤1/3的厚度，当我们的面膜只贴到眼睑内侧时，整个眼睛受到刺激就会肿，这跟面膜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会有眼霜、面霜、眼膜、面膜之分。五、用完面膜后皮肤脱皮。曾经使用过功效型或者是偏功超标的产品，肌肤容易发生脱皮现象。六、用完面膜后皮肤出油厉害。皮肤毛孔堵塞，油脂分泌过剩。另一种情况是没有控制好敷面的时间长度，如果时间超过产品说明上的规定时间，反而对皮肤不好，影响皮肤透气性。最后还有一个注意事项，就是孕妇和哺乳期能不能用，最好是慎用，不要去碰。在怀孕期间有一种激素叫孕激素，这个时候整个抵抗能力和皮肤包括身体都会发生改变，这个时候人体特别容易过敏。根据个人的皮肤情况而定。护肤小贴士，
敷面膜有些重要的步骤不能忽视。一、敷面膜之前可先稍微按摩下皮肤，加速血液循环，促进成分吸收。敷完面膜之后可再按摩皮肤，即注脂腹的按摩，让皮肤柔软，把营养推进皮肤内。二、结束时要涂抹上乳液和霜，锁住水分，防止水分流失。想发挥面膜最好的功效，要注意以下几点。一、可在睡觉前、起床后、沐浴后敷面膜，这三个时间段肌肤的吸收力最强。二、敷面膜之前先去死皮，将脸上的污垢清洁洗净，以增强肌肤的吸收能力。洗脸后在带点水分的状态下敷上面膜，吸收的效果会更好。三、敷面膜的时候最好平躺下来。最后注意，在过敏期间，无论是什么情况过敏，第一停用家里所有的化妆品，第二不能用湿热水洗脸，用凉水洗脸，不要用任何的洗面奶。第三，过敏期间忌辛辣、刺激性食物，特别是海鲜类的食物，海鲜类的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。